手没事吧？不是，这个钉耙把它顶住了。不知道，我一开门怎么这样？是谁把我顶了一下？他被自己顶住了。我有他的手。你这个门是你是怎么弄的？我就一开它就这样了，是不是这个上面已经松了？太凉了，你要去加衣服。你好厉害哎！ 一二三，先把它撑上去。好，我来弄，这是男人要的。我要一个创口贴。哎呀，是这样子，没关系。什么东西？药箱。怎么了？脚破了。哎，创口贴有吗？这手有点破了。手破了。要什么？创口贴。怎么了？破了。就刚刚那个门。哎呦。 咱俩，咱俩配对儿。等等，完蛋，完蛋，我手破了，没有，没事，一点点，没事。手伤了，没事，砸了一下，砸了我戴个手套，我猜。哎，不专心，不专心，刚才一边聊一边。你接我吧，我来敲。九九，你休息一会儿。哎呀，其实我可以的。大紫的吗？哎呀，就得这样。这是要这样，要配合那个什么？是疼，我知道，但是他那个不能眼睛捏，就得顶回去。不行，现在冷敷，不能。是冷敷，是是是，没有，你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最近真的是每天都是伤，看先喷哪个？用增温，你小心手啊。是先喷红的吗？是的。你确定啊？我自己喷，我自己喷。 你自己擦吧，我手有点汗，小脏，但是我可以帮你弄这个。我没什么知觉。哦，是吗？这个我可以。现在疼了。现在疼了啊！那个门打开，它就掉下来了。哎呦，录了这么多期了，居然有人把门给弄破了。你是在嫌弃我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一打开就会嫌弃了你呢。